嗨 ，Hello， 应该 OK。Music moments 又要开始啦！我哋今次有我 fans Carl， 我哋咧而家首先唱只歌先，等啲人入嚟吓。睇下今日有冇準時嘅朋友先，我哋十點鐘約會喎、啊，今日，有五位啦已經。我諗咁而家咧就係四旬期喎，唔知大家過成點咧？大家最近好嘛？今年嘅四旬期係咩特別啊？即係咧，大家我唔知道你有冇攞到嗰啲好重要嘅嘢翻屋企啊？咩叫好重要嘅嘢？有冇人有攞啊？又或者？一隻羊啊！有冇人有攞翻屋企啊？我記得細個嗰陣咧，即係小學嗰陣啦。咁我唔係用羊嘅，我係盒嘅年代嘅。咁之後咧，我都咧就會喺個班房度傳啦。咁我對我嚟講，四旬期嘅記憶咧，首先第一咧就係紫色啦。嗯哼。然後咧就係依啲咁嘅盒咧，同埋只羊啦。咁就要入錢落去啦。然之後咧仲有啲咩？我記得係仲有。依、這個嘅好多好多嘅歌咯，似乎你唔係好記得我應該唔係你覺得咁你對嚟講，你覺得四旬期對嚟講有咩意義咧？我細個，因為我讀天主教小學、天主教中學，咁所以咧逢四旬期咧，老師都會傳呢一個盒啦，拎個情況嚟就話嗱，細個嘅時候就為要捐錢，但係小學嘅時候其實冇乜錢捐嘅，即係傳都係就咁傳嘅啫。到中學嘅時候，老師就話你要刻幾啊？但係其實我俾你聽啦，我細個咧。連黑幾係邊個黑啦，我都唔知嘅。喺邊個黑啊？我成日都話點會黑幾嘅？點邊咩黑色啊？
咁樣啊！我真係啊，細個咩黑幾啊？點會明啊？係咁，我細細個嗰陣已經成日講啊黑幾啦。其實我唔明白咩叫黑幾嘅，即係譬如黑幾係咪真係話要黑住自己啊咁樣樣啦？我會諗即係點啊？唔好明嘅，我記得都係。係啊。唔明點解四旬期要黑幾啦？仲即係好啦，我知道啦，原來黑幾就係做唔好做咁多嘢，自己中意嘅嘢。咁點解唔好啊？咁都唔係好明嘅，我記得。係啦 ，exactly， 我細個都會諗啊，就話啊、哦、四旬期啊，要黑幾啦，要記得耶穌嘅苦難啊咁樣。我成日有個諗法㗎，我唔知道大家細個有冇啊嚇？你而家應該冇啦，你信仰深㗎嘛。細個嘅時候我話黑幾啊，我唔係唔尊重耶穌啊。嗯。我又記得耶穌嘅苦難啦、啊，係咪？我都好信靠佢啊。咁我已經知道㗎啦，呢啲耶穌嘅苦難。我做咩又要重新去經歷一次？我又要克制自己啊，唔好做咁多自己中意嘅嘢啊，咁樣做咩要做呢啲咧？就算我記得耶穌嘅苦難啦，已經點解咧？我唔明噶細個，你哋明唔明噶？喂，你哋知唔知道細個克己咧係咩意思噶 ？OK， 同埋跟住對於大家嚟講咧，四旬期嚟為你嚟講有啲咩意思？其實咧，我哋咧未，我哋睇唔到大家嘅反應啊，因為你未開你個天幕。我先开电话先，睇下你嘅反应先。OK， 好。咁我哋咧 ，Meanwhile 咧，我想唱一啲四旬期嘅歌。今日咧，而家咧仲未有离煞啊！今次嘅四旬期真系好挂住，因为上年嘅四旬期已经系冇乜离煞噶啦嘛。上年都冇咗圣咒，唔可以喺啲圣堂度过咧，即系好似好耐好耐冇听过四旬期嘅歌曲咁。咁所以咧，今日咧我都会唱多啲。咁如果大家有点唱，你记得写低喺度啦，咁样样。係啊，我哋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啦。有喺台灣嚟嘅朋友啊，台灣嘅交友，你好 ，Gabriel，hello， 係 ，James，hello，Wendy，Helen，hello， 見到你嘅 hi 啦。OK， 好，我哋就因為我哋再等多啲觀眾入嚟一陣，我哋就唱呢只啦。呢只我覺得係好經典嘅四旬期歌嚟嘅，即係我嗰陣喺學校咧，每日早禱都會唱，但我覺得好慘。首人爱救世天主，每一年四旬期都会唱噶啦。我谂咧，好多嘅圣堂咧，四旬期离煞，一开始进堂咏咧，一听到知道哦，四旬期开始啦。我呢首歌咧，好唔知系咪因为佢系一个小调啦，即系 minor key 啦，会令到我投入一个好愁嘅情绪里面嘅。即系我觉得，我唔知啊，大家会唔会觉得听到啲 minor key 就觉得好似好惨咁？然后里面啲歌词讲咩咧？即系。即係我求你經年啦、啊，望你悔恨啦、啊，
唔敢再犯啦，即係會有好多提醒翻自己啊！依、這個時候係時候要反省自己啦，要反思啦，要諗下自己做錯咗啲乜嘢，啲咩可以做得好啲啦，咁樣樣，即係即刻個人會 down 咗咁樣。嗯，係，其實唔單止呢一首啊，我諗好多首四重奇歌咧，其實都係 minor key， 即係提醒你咧，即係啊！而家咧，我哋係一個悲傷嘅時候啦。我哋咧係時候要痛悔啦。我哋咧祈求主耶穌嘅水穩啦。但其實係咪真的要悲傷嘅咧？我真係聽過人哋講嘅喎。我試過啲朋友講啦，佢哋話四旬期啦，唔好咁開心啊。係喎，唔應該咁開心。有喎有喎，即係譬如話你唔可以即係做埋啲咁開心嘅嘢，你即係譬如玩到好癲啊。或者走去迪士尼啊，咁啲人就話：你四旬期喎、哦，係咪應該咁開心呢？咁樣樣。係啊。咁我就覺得誒，好似係喎，四旬期其實係咪就應該唔開心呢？咁應該話唔應該咁開心，係等於係咪應該等於唔開心呢？我就開始諗呢個問題啦。喂，投票啊，不如嗱、啊，四旬期應該唔好咁開心嘅。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嘅咧？有嘅可以。俾個 like 我哋，等我哋知道你係咪有咁嘅感受，或者你寫俾我，或者你都會自己唔自覺咁樣覺得，誒、哎，我好似玩得太創啦，唔好啦，我哋都係收斂自己啦，咁樣樣，會唔會咧？係啦，你打 yes 或者 no 啊，四旬期係咪應該唔好咁開心？應該唔開心嘅四旬期 ，yes 定係 no 咧？嗯，呢時候我哋唱首歌先啦，係嘛？好啊，咁我等你哋嘅答案啊！我記得啦，應該係附近嘅。唱邊日好呢？我哋而家嚟唱啲重音啦，大家好耐冇翻聖堂，好想聽重音嘅歌啊！呢只啦，呢只啦，呢只啦，好唔好？好啊，四旬期係咪應該唔好咁開心啊？係定係唔係？你回應我哋啦。我哋而家唱首歌先。我見到阿 James 話 yes 啊。Willa 都話 yes 啊 ，Raymond 都話係喎 ，Raymond 都話係啊 ，Lily 都話係啊，但係余晴波話唔係喎。嗯。
呢首咧係重音五六八首，呜呼，我心忧伤，少少改编啊，系少少改咗少少嘅 chords 咁样去做。好，睇大家个反应先。哇，好多人都觉得唔系话，即系即系四传奇唔好咁开心，即系话唔好咁开心吓，即系During that we should pray, do fasting and service。啱啊 ，Audrey， 我都觉得系嘅。啊，但系有人话唔系喎。啊！有些人都提醒我哋四旬期咧，仲要咩嘢咧？要守聖時咁樣樣嘅。啊！但係咧，阿 Cecilia， 你講嘅 point 都幾有，都啱啊嚇！你講話唔係唔開心，係刻記，係期待耶穌嘅苦難同復活。我中意呢個説法喎，因為當我諗嘅時候咧，我話啊，係咪耶穌當然啦，佢喺呢個四旬期裏邊咧，喺佢嗰個時候，佢行咗一條嘅苦路，佢受咗好多嘅苦啦，係咪？咁但係咪每一年呢個時候我哋都啊真係好慘啊啊真係唔得啊啊係咪咁樣咧？我覺得其實耶穌個苦難默想陣，你少不免真係會唔開心嘅。冇錯，即係當你 picture 到耶穌佢嗰個痛苦喎，即係一路行上去，或者係其實我哋好多人性上嘅軟弱啦。咁有時候我會好中意擺自己喺啲門徒嗰個角色裡面。假設譬如我係百多六咁，我都發現我都會係咁軟弱嘅。都洞察到自己在生活裡面都有很多東西是未做得夠好的，好像在耶穌的十架裡面釘到一口釘這樣，都是打多他一下再鞭多他一下這樣的，而你都會因為這件事對自己做的事情覺得愧疚啦。即有時當你辦告解的時候是說什麼，就是說你下次不會再犯嘛，然後個結果是什麼呢？就是不停地再犯啦。那那時候都會我會覺得是都挺唔好意思，同埋都幾痛嘅，嗰種感覺。你代入個門徒裏面咧，你講百多六咧，同時間我諗起猶達斯喎。即係猶達斯咧，你記得啊，大家佢做完曬所有佢要做嘅嘢之後啦，佢都係好痛悔嘅喎。但係點解猶達斯最終嘅結局係痛悔完之後，佢係要死啦，離開啦，痛悔到痛悔不已啊。但係嗰度又唔同咧。我覺得其實就是我哋成日用個字咧，就係痛悔啦、愧悔啦咁樣樣，係啱啊！但我會覺得愧悔其實是一個過程咯，即係好似頭先我哋咁樣，我哋會反思自己做得唔夠妥善嘅地方嗰陣，其實嗰種愧悔當然係會令到我哋悲傷，當然係會令到我覺得無力咁樣樣。但係我諗個重點唔係話你悔愧悔咁簡單，而係話你喺從中可以得到力量去悔過咯。即係我覺得英文啦 ，regret。後悔啦、痛悔啦，同埋英文 repent 悔過 ，regret 同埋 repent 後悔悔過，同埋後悔同埋悔過咧，係兩樣嘢嚟嘅，兩個層次嚟嘅，即係後悔係或者係痛悔係你個必然嘅過程，即係一個 process 係應該係可能正常人都會有的過程，可能依個都係從中你要做到咩咧，就係得到一個力量，去變得更加好咯。如果冇痛悔嘅過程，其實好難去變咗悔過嘅。即係講簡單啲嚟講咧，即係話當我哋做錯嘅一件事，你必然咧先係有一個嘅痛悔。哎呀，我做錯咗啦。然之後咧，你先至會可以repent。即係咧變咗我以後唔會再犯啦，我明白咗啦，我學咗一樣嘢啦咁樣，而唔係咧。淨係停留喺嗰個痛悔階段，哎呀，我衰，我賤，我乜嘢，係我噶啦，我原諒唔到自己啊，由得我死啦，唔能夠面對自己啦，我唔可以再，我係咁差噶啦，我係一撇泥啊，唔係啦，依個唔係天主嘅原意，我哋都唔係信仰上或者四旬期想你即係咁哀傷咁沉醉喺一個痛苦裡面，或者所謂嘅唔好咁開心，其實唔係叫你唔開心，同意，而係話即係希望。是我們會不開心，我會因為做自己做得不好不開心，但是要從中想想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是拿到那個 empower 自己去做得更好。這個重要的，因為很多人呢一聽到就很敏感，我發覺即是一聽到說喂你不用那麼不開心，這樣立刻就會說喂四旬期，你有沒有記得天主為你做了什麼，你有沒有記得主耶穌啊等等等，立刻很敏感不是這樣的意思，那個不開心是必定會有的，只不過呢是不是停留在這個的層次而是再深一層，我知道了明白了
反思咗，跟住我點樣做得更加好呢？如果佢就係沉醉基督嘅即係苦難同痛苦裏面，咁佢復活又有咩意義呢？因為記住，其實耶穌基督係有復活噶嘛，而佢個苦難係為我哋帶嚟嘅係咩咧？係咪要我哋沉醉喺個痛苦裏面咧？係痛苦係要必然嘅，但係佢係想我哋振作起嚟做得更加好。咁我哋當我哋默想基督嘅苦難，睇個四旬期嗰陣，可以多啲做呢個默想啦。譬如有人拜苦路啦，可能屋企拜苦路啦，我都見到啲人 Zoom 拜苦路啦。咁同一時間睇下自己有啲咩做得更加好嘅地方，睇下個十架為你帶嚟一個點樣樣嘅力量。十架的冠冕。路是難走。但比起你的十架路，我今天算什么？来起身再走过，遇着痛苦，你经过世间苦与乐，你的救赎爱护，我的心我释放，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也望你到。你提醒我的软弱，明白我真身处境。无论遇着困苦忧愁，你亦会在我身边。你兴起我的生命，我更得到信心面对挑战。四旬期裏面那個懺悔啦，那個反思啦，其實不是要我們經常保持在一個不開心的狀態，我覺得是反而透過這個的懺悔讓我們更加好。而剛才我們講兩樣東西，一個就是懺悔啦，OK， 你然之後咧就會有一個悔過出現啦，即係我哋已經 repent 咁樣啦。而我覺得咧喺呢個懺悔同悔過之前咧，其實有第一步嘅，就係我哋要有一啲嘅靜落嚟嘅時間。內省，去反思。其實所以咧點解咧死場其實係講話有幾個重要嘅嘢要做嘅。大家知唔知係咩啊？睇下先，大家知係咩咧？四旬期有啲咩我哋要做嘅咧？四旬期有咩要做嘅？即係除咗入啲錢入去只羊度，啊，依個其實都係依個叫乜嘢咧？依個叫做 Aims Giving，
施捨捐助，係啦。但係呢個係最應該係第三步嚟嘅。第一步其實就係講緊你要祈禱啦，多啲祈禱啦。其實歸向天主，將個心歸向天主啦。咁要歸向天主咧，其實有啲 technique， 有啲技巧可以做喎。就係頭先講話所謂嘅唔好咁開心，其實唔係叫你唔好唔開心，即係唔係叫你唔開心，而係話要做一樣嘢就叫做齋戒。齋戒，喂，我想問一下，我真係想問一下，大家要答我，有邊一位咧？係同我一樣怕齋戒嘅。每一年咧嘅要守大齋小齋嘅時候咧，就諗緊，哇死啦，魚蛋米。O K， 有邊一樣？魚蛋米好差咩？我覺得已經好好噶啦喎。O K 係咪？食包嘅咋，食包同飲水嘅咋。嗱 ，Conny 有講嘅 ，Conny Ho 頭先喺上面講咧話咧，係啦，唔係喺上面克己守齋係最大挑戰。真係、啊。我就自己就覺得其實守齋咧，即係平時咧，可能叫你唔食幾餐咧，你唔覺得咩嘢嘅，或者叫你全日咧都係唔食肉，你又唔覺得係啲咩。但係嗰日特別覺。嗰日特別覺嗰、那個，嗱，當你係啦，係啦，尤其是譬如聖灰尖禮啊，你啲禮拜五啊，又或者係聖周五嗰陣咧，就零舍難頂嘅，你有冇咁嘅感受先？有冇有 like 過？James 就係啊，係啊，係啊，我同意。我得 James 一個係咋，咁我哋咪好特別。O K， 唔係我會即係可能你之前佢已經諗定死啦，聽日食咩好，邊一餐餓好咧？即係守大齋咧，就係、是、應該兩餐餓，一餐冇咁餓咁樣啦。咁就開始決定究竟我早餐餓啦、午餐餓啊，定係晚餐餓？甚至你其實知唔知咧？譬如 Ash Wednesday 啦、聖灰三啦，之前嗰個叫咩啊？我唔知啊。你唔知啊？叫 Fat Tuesday 啊！Fat Tuesday， 點解佢嗰啲人咁勁食，食飽啲先啲人去 fast？ 即係，但係依個係咪就係齋戒嘅意思咧？你知咧，我曾經試過屋企咧，因為我哋要守齋啊嘛，咁、然之後咧，咁我提醒全屋嘅人咧，就話：哇，要守齋啦嚇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屋企人咧就吩咐我哋工人姐姐咧就話：聽日守齋啊，記得啦。煮 vegetarian food 啊，咁終於煮咗一個非常之好味嘅羅漢齋啦。大家咧食得非常之高興咯！啊，原來守齋唔係咁辛苦啫。我聽過人講守齋真係唔好食紅肉啊，咁我咪可以食 sashimi 啊，食魚生，我咪可以去食蠔啊，嗰啲唔係你，跟住我就覺得呢個就唔係守齋嘅意義咯。我覺得其實守齋係咧點啊？點知點解要守齋啊？因為要克制自己。嗯。同時間令到自己呢有一些機會呢可以去體會主耶穌的痛。我覺得克制自己，當你守齋的時候你是會更加警醒的、即你克制你不是無緣無故捱餓的嘛，你唯一的原因捱餓的嘛，你的原因是什麼？其實你是很可能就是要反思回啦，也都幫助自己去投入在個祈禱裡面，看到自己其實即更加看清楚自己其實要追尋緊嘅係乜嘢咯？咁我覺得其實 fasting 即係其實齋戒都唔係淨係話好似頭先講究竟係食物上嘅齋戒，而係話你可以喺其他方面都齋戒嘅。譬如 Pope Francis 咁樣啦，啱啱咧佢都即係其實可能之前幾年㗎啦，佢都有介紹講話其實齋戒唔一定係食物㗎。講你可以喺邊度齋戒咧？講緊係你嘅，譬如我哋電子嘅產品啦，大家好沉醉喺電子喺度碌手機啊咁樣樣。會不會你在這個四旬期裡面決定放下的手機多一點呢？又或者是另外一個齋戒香港人很容易犯的，就是什麼呢？太忙了。忙到你其實呢你很沉醉在一個工作或者是生活裡面，你是沒什麼時間去祈禱啦，你沒什麼時間去陪你的家人啦，或者去尋求你更加即應該靜下來的。其實太過忙都是一個不好的喎，原來放下一份工作都是一份的齋戒來的，對某些人來說、也都有些人說的是齋戒是什麼，就是 emotions， 即是譬如你的情感上，情緒，譬如我沒那麼即是不要經常發怒啦，不要那麼嫉妒啦，不要經常都沉醉在個悲傷自即自怨自藝啊咁樣樣，其實呢啲當你太過沉醉喺某一樣嘢度，就算嗰個係情緒，唔係即係唔係話電子產品，唔係話食物，而係話電子，即係你嘅情緒，其實都係一個過度嘅沉溺咧，都唔係一件好嘅事。如果齋戒可能對嗰班人嚟講一個困難啲嘅，但係要做就可能係咩咧？就要喜樂啦，要忍耐啦，
要寬恕啦。咁或者可能平時好中意講嘢嘅咧，講 gossip 啊，即係講是非，可能就忍咗唔好講啦。咁呢個其實都係令到自己更加好，同埋提醒翻，其實點解你會做呢？其實就因為你嘅信仰。嗯。因為你對基督嗰份嘅信仰，你想即係而去做咯。嗯。Eric 呢度講咧，佢話係 sacrifice 啊。係。有啲人講話買少啲嘢。守聖時的挑戰都好大，呢係 true。係啊，我頭先一路聽 Vance 所講咧，所講嗰個守齋咧，即係除咗食物上面，咪仲有好多嘅層面嘅，情感上啦、時間上啦、你電子上你嘅喜好上啦等等。我覺得嗰個意思咧，最終翻到嚟就係話喺我哋嘅生活裏邊，有邊一啲嘢我哋係放肆咗嘅。嗯。或者是理所當然了 take it for granted 的東西，我們在四旬期的時候呢收一收回來，而你收回來的時候其實都要控制自己嘛、嗯、當你控制自己呢，其實腦子就是 要想著、哎嗯、我要 control、嗯嗯、那個 control 呢正正就是讓我們剛才你所 警醒的那樣東西咯。呢度阿 Sabina 佢都有個 sharing， 我覺得幾好，即係個四旬期嘅文告啦，今年教宗佢講話其實齋戒喺黑幾嘅經驗啦，亦係為咗幫助我哋嘅人咧去重新發現天主個恩賜，即係包括我哋嘅受造嘅目的啦，我哋嘅受造嘅事實啦，我哋由天主嘅召傳所造成嘅話，咁我哋點樣去喺佢之內得到成全咧？即係點樣揾翻其實你本身被創造的 purpose 咧、嗯，咁喺個時候我突然間咧諗起呢只歌，我想唱呢只流行曲嚟嘅，但我覺得咧尋找意義方面，我會諗起呢只歌。估下俾大家估下，有邊首流行曲係講揾翻自己尋找意義嘅咧？俾啲 hint 啦，男歌手，嗯、男歌手好出名嘅男歌手，唔係而家啊。以前很出名的男歌手，俾啲 hint 先。好啦，都唱咯。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为活自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去，谁明人生？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与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心目标，一追再追，只剩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
平凡卻最重要。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再笑。大家點樣理解呢一隻歌？我哋就覺得嗰個你咧，陣間係佢啦。我覺得如果你將個你咧係換做神事嗰部你，你諗住係唱俾天主聽嗰陣，你會我覺得呢隻歌都幾時唱期嘅，即係通過齋戒啦，通過祈禱，我哋會歸心，回歸翻喺天主度。咁呢個其實就係揾翻你個真正嘅目標啊！就係、是、你一追再追，你追緊啲乜嘢咧？就係、是、但係 in the end 就係話有了你，有了天主，即使平凡卻最重要。嗯，而我覺得咧，嗰、那個追呢首歌點我哋揀咧，嗰、那個意義好緊要就係、是、喺四旬期裏邊喺你生活裏邊，我哋唔係淨係記得啊主耶穌基督嗰段歷史啊。嗯。即係主耶穌基督嗰個歷史寫曬喺本聖經裏邊啦，已經係咪？我哋唔係淨係記得佢嘅故事，我哋唔係想做一個 storyteller。而我哋想透過佢嘅故事裏邊，透過經歷裏邊，主耶穌俾到啲乜嘢我哋喺而家嘅生活，我哋可以應用出嚟。點樣去做得一個更加照似基督人，更加係緊密地追隨基督嘅人呢？咁、我哋點樣可以喺個四旬期裏面令到自己嘅心係更加純潔呢？咁我咧就呢個時候，我又唱另外一隻歌啦。嗯，呢隻歌係 Vans 嘅作品嚟嘅。但係其實我呢首歌咧係因為都係因為四旬期而寫嘅。因為四旬期嗰陣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尼撒嗰個搭唱泳咧，其中一個好常出現嘅一個搭唱泳咧，就係聖泳五十一啦。咁聖泳五十一咧，我自己好有感受。我記得我聖灰尖嘅就一定會講呢個聖榮，但係即係當我好細睇每一個裡面嗰個字眼啊詞嗰陣，用心去唱、用心去聽嗰陣，我會覺得會更加感受到嗰種嘅渴求，因為我 feel 到原來咧要改過，要成為一個更加好嘅自己，靠嘅唔係靠自己嘅力量。是靠的呢，其實是用天主，求天主讓我們恩寵去做得更好，因為唯有陪同天主、跟同天主的時候，我們才可以做到。有時候不是說我們不想齋戒，不是說我們不想開心一點，不是說我們想放低那個手機，可以即或者真的事實上真的很忙，而我的確是很軟弱，但我們知道乃天主的聖寵，我們可以站在那裡，我們可以成為更加好的自己的。嗯，再做純潔的心，情世的指引，吹
做你面前将我抛弃，不要收回你的声势。深处认识智慧真理，爱我口上一生歌颂你，爱我口上一生歌颂你。再做一顆純潔的心啊！再做純潔的心，聖詠51。OK， 好，睇下大家講啲，有冇啲點唱咧？睇下先。有冇人有點唱啊？四旬期喎、啊。頭先我好似見到有啲人有點唱嘅，因你聖血身上流，好啊。好啊。好啊，我哋唱呢只啊，呢只都係一個好好聽嘅四旬期歌曲，仲有冇咧？冇，你繼續，你揾一陣，我睇睇下大家點咗啲咩先。可以繼續點㗎，你想嘅話。嘟嘟嘟，因你聖血身上流。OK。因你聖血身上流。我要多謝 Angela， 佢話咧好多謝，佢中意頭先嗰首歌。其實我哋都好中意頭先嗰只歌。我唔好意思咁講。Easter song Rebecca， OK OK， 我哋睇下先，我哋寫因你聖血身上流先啦嚇。OK， 誰來與我一同悲傷？都是一隻四旬期的歌，Easter song， 呢只 Easter 歌嚟噶嚇，唔係，跟住仲有聖言啊，奇妙救恩好啊，其實我哋一開始唱咗。我等陣間再唱另一個 version 啦、OK， 聖體仲隨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哇！大家好掛住眾恩喎、啊。係啊，大家都好掛住啊。相信就嚟可以喺聖堂裏面咧唱翻㗎啦。呢只啊？唔係呢只咩？好，嚟啦！得唔得？
聽佢唱。誰來與我一通悲傷？誠實是垃圾之家旁，我終須來痛成哀悼。我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重音歌，即係全部都是 minor 歌嚟噶。不過咧，去到呢個位陣咧，我又想唱一隻歌，即係唱咗好多隻，好似好傷心嘅歌。我都想提醒翻大家，四旬期其實係一個好好時間，去令到自己成為更加好嘅自己，係一個 empower 自己嘅時間。咁呢個 empower 嚟自邊度呢？就是 power of his love 啦，咁就係天主嘅愛啊，因為其實因為佢嘅愛，佢先至會降生成人，因為佢嘅愛先至為我哋受呢個苦難，亦都因為佢嘅愛，我哋先至得到救贖。咁所以咧，你真正要回報翻呢份嘅愛，其實唔係淨係停留喺悲傷嘅階段，而係話我哋踴躍咁回應佢一份愛，將愛傳出去嘅。咁我而家時候就唱呢只歌俾你聽 ，Power of Your Love。
love surround me. Bring me near, draw me to your side. And as I wait, I'll rise up like the eagle, and I will soar with you.呢個時候咧，冇理由唔唱一隻嘅。我哋其實之前好幾次 music moment 啦，都有人點唱。就算我哋自己有時開 Facebook live 唱歌，都會有人點唱。我哋明明全場唱流行曲嘅，都會有人點唱噶。呢隻歌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嘅。好，我哋嚟啦，好冇？都係謝思泉嘅歌。听说世界爱没长久，眼泪会有爱无尽头，沉重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
捉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为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身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大家都好熟悉嘅《爱是不保留》。我想那四旬期呢，其實是四旬期的歌來的，都是講愛的歌，四旬期是一個愛的時期的嘛。好了，我們呢最後啦，即是 before 我們走之前，我送多一首歌給你們，就這首歌呢是 Amazing Grace、奇妙歌音，但這個版本呢就是叫做 Our Chains Are Gone 版本，是 Chris Tomlin 一個外國的一個樂手啦，咁佢將原本 John Newton 呢個嘅 Amazing Grace 奇妙救恩咧，再加咗一段。我好欣賞佢加嗰一段歌詞，佢寫咩咧？就係講話，哇！諗咗啲咩？諗咗天主落嚟添，唔緊要，佢會企翻起身嘅。佢講緊係話 ，My chains are gone， 我嘅鎖鏈，我嘅枷鎖已經係離去咗啦。I've been set free， 我係已經自由啦。My God, my Savior has ransomed me. 我的天主已經救贖了我。And like a flood, 好像一個泛濫的洪水一樣。His mercy reigns, 他的慈愛長存。Unending love, 永不消滅、永不消失的愛。Amazing grace, 奇妙救恩。His mercy reigns.
望大家中意呢一個咧，可能你喺第二度已經聽過，但係咧我哋覺得好有意義，所以特登咧練習嚟唱嘅《Amazing Grace》。祝大家有一個好有意義嘅四旬期。係啦，我哋唔係講快樂嘅四旬期啊，我哋講喜樂，嘅四旬期。一個反思嘅四旬期。一個成為更加好嘅自己嘅四旬期。加油！好啦，我哋下次 Music Moment 再見。拜拜！好啊，你鬆揸我過嚟。